弟，我要三个来接客路。啊，兄弟，我要今日要三个接客路。兄弟，我要三个来讨房路。啊，咱人白白来阿卡彼得。就像刚才我的姓名，你我是有灵力的，你我会创造天地，你我叫人得到永生的生命，你我会叫人搁再有盼望，你我搁再叫兄弟姐妹搁再有力量起来。哎，我可如，主啊，我感谢我努力姓名，主啊，搁再今日你来给我人同在，看到我兄弟姐妹，将你我再进到我心内面，我有生命有灵力，我有每一天我是得胜的。主啊，无论你姓名，你搁再来创立这个聚会，圣灵恩典给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圣名祈祷。阿门。感谢主哦，来来白白来看见你地方哈。啊，这句话是叫做话语的重新得力哈。福建话是叫做重新搁来谈论力量哈，搁再谈论到主的力量。好，那咱人过这个世界无停的，哇，老看我就该做了哈。对呀，咱人活在世界，无停的劳苦，身体也衰吼，心灵也乱，孤单，是不是？为人吼，无力到一个坎子，就是从内主的面头前无力，无力祈祷，无力敬拜，无力圣敬，吼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经历的。啊，后头是为人无力来聚会。啊，无力扛起咧，哇喘啊！啊，有肩顶负担，啊，有出来负担，有左肩负担，其他钱，其他喘，其他喘，其他喘，哦，啊，咩事难嘅嚟喘？等咱读到圣经时，咱就讲原来哦，起初上帝创造人嘅点先，人是平安嘅，人是冇死亡冇病嘅。今日你看到这样子人做工哦，你腾腾一放老贵喎，定佢啲死人死喺边？安尼痛苦，不是安尼发嚟灾祸。其实上帝创造人，人平安，人身体健康，人贪食，直到咱人嘅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，得罪上帝，死亡佢接来世界，咒诅佢接来世界。哦，当亚当得罪上帝，点样？上帝就击罚人，咒诅，哦 curse， 哦人就变咗，即系上帝讲阿当如果咩精神啊 good day 啊，然后咧看吼，咩老甲鬼面，把如果回家老哭，但是起初上帝创造人，今日是何人犯病？去管上帝每一项所创造物件，人犯病，可靠存在有生活物件去接着，免去烦恼，有上帝来祝福，但是跌到人犯了罪，哇，这里物件当中。无好物件发生，就咱生命，做人无停劳苦，做工资做咩做？啊，穿啊，穿得对做咩嘛？无满意嘛？啊，人啊穿过头，天天只做咩做啊？一心啊，都无灵力啊！除所讲的物件，拢总是消极的、哀怨的，啊，未惊未慌，啊，未急也未急，啊，人劳苦。受苦、罪，佮讲无好个话，哦，所以咱今日是过了一个灾祸世界，哦，但是今日上帝有恩典，耶稣死过十字架，脱了这个旧装，当咱犯罪过后，上帝讲你啊，当你要去征战，然后所生出来个物件咧，边个个生咧？叫做禁止的治疗，要吃你所栽种物件，要破坏你所栽种物件。其实咱无正常的吼，咱但是咱有做工。所以你看，当一个人吼，伊若唔捌做点啥，伊做的物件、做的代志，伊身边拄到真那济问题。好，这个是克死旧状。伊所骨力所去贪来物件，好一个旧状哦，好一个无好的禁止的治疗之类吼。所以今日咱信主啊，上帝予咱平安，予咱稳定，予咱祝福，伊剔掉咱无好个物件。所以咱今日信了主，咱会开始经历主个祝福，经历主个同在。咱若无路行，咱若喘一点声，哦，主开咱开喎，主加添咱个力量啊，予咱重新搁咧趁着主个力量。
就是那个意思吼。然后查某犯了罪，哇，夏娃吼，上帝啊，上帝讲哇，我要惊天怒，世界痛苦，世界真难听，啊，好听吼。但是今天上帝系啦啦，吼，我咱祈祷啊，伊上帝都使来医治啦啦，好啦啦，稳定，好啦，赢过这个邪天，好啦，赢过生活顶嘅痛苦。当中无畏的上帝俾佢啦，其实可能都收唔到量哦。所以搞到边啊，讲上帝嗰收咩都难量，上帝嗰收咩难量。所以今日专门都看嘅，这个世界咧是充满一啲负面 negative 嘅字句，你无咁去就得咯。你看到人讲无畏喎，消极嘅话，啊，咱特别咱同人吼，无好的感情，惨死！啊，欢喜点子啊，哦，好死，总出一个死字啦。富，那个地平话吼，啊不巴西，啊不搞死，啊，啊，等人啊，就是，伊是话可以未讲得好，未得，未讲得刁的吼。啊，出这世界，你环境好，你家庭，你学堂，你做单位，你头家，对你讲，我们是相反的，只能那个地平。即係呢個啲，所以其實啲人吼，你騰到頭白，你騰到頭白吼，都我發覺到只一線主人，一線咧主，但是用心喎，冇騰到頭白，只一隻物件，人講咧上台嘅話笑到嚟，冇得蹦出嚟，家庭嘅問題，成啲嘅失敗，當中嘅挫折感吼，當中嘅恐懼嗰啲嚟嘅，冇頭白嘅。嗰是无欢喜，虽然是新人做，虽然有做的出口，但是无欢喜。哦，甚至为人感觉自己真个垃圾，真个无好。哦，应该做这个，哈，无应该的，无做该做这个了。多，真自然哦，新人做应该是人个办法，真个难个地方。但是今天人已经买了新人做，咱人这个消极物件吼，咱人未介意压榨。耶稣四到十二节，何啦啦唔掂？啦啦俾上上帝面管上帝祝福，再无吼，再正在你思想内面，无停思想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，你是上帝所预备的，你是上帝拣选的，你是耶稣尊贵的耶稣哇 ，Chris， 哈，咁你如何来到上帝面头前敬拜？你是上帝所爱。所以你唔通看咯，无唔通看自己无。你都揾到点子啊？我是到嚟嘅，嚟到即个十字架后边吞到入了，我唔通离开。真啊，济人真啊做无材料吼，唔知影是嗰是无迄个力量吼，嚟到几多？所以生命直直就捆绑，就捆绑，就捆绑，无欢喜无平安，你魔鬼直直控告伊，控告伊，控告伊。我俾你哋做一個 track 嚇，行啊，一個木，一個陷阱去落落去。做當一個人啊，那離開十字架，他咪睇唔見，翻到幾高高幾，一生人滅亡滅亡。就無管你做到錯嘅代志，啊，無管你歡喜還是無歡喜，總之來到十字架後前，基督嘅耶穌，耶穌咪馬上用寶血嘅字。马上要逃亡咯！马上要逃，我是到入样边嚟，就唔肯离开十字架。无管你正面系咪看，来到上帝面头前，来领受主的祝福。咱人其实即卖，咱人变咗重心，突然间入咱来看啲以赛亚书喎，以赛亚书啊，冇是太细啦，第四十章至十七章，至十七章未记嘅，日期。到三十一章，以赛亚书嘛，还是啊，四十章就前到十页嘛。这边跟咱讲呢，这经文四十章就前到十页。这边讲雅各啊，雅各意思是以色列的意思嘛。你还不是讲我的道路向这个耶和华
隐藏嘛，贪聊嘛，贪聊。以色列啊，他们是讲，咱的爱，咱的愿望嘛，愿句嘛，心无差啊，无昧。你去唔知呀？你去唔知？你去唔捌听过吗？咱现在，因为的信仰的话，伊是创造地的主，伊无亚瑟，吼，伊无亚瑟，伊地位智慧 wisdom 是无法来测度的，无法测度，吼，无那个，伊咧小数能量，吼，乱掉咧，上帝咧降低能量，少年人阿要问阿要亚瑟。强壮的五百八度，但是他的天头也无花的吼，听到都是当你重新读到内容，吼，要你成个硬的话，开掉样子，到底是天背吼，然后要无管走也未亚实，行路也未亚实，这是上帝和咱英文系的怎样？主为咱人都少贪掉内容，都是当你和咱明白，都是当你解脱咱的内容。这个是上帝的地位，哦，上帝的地位是真的伟大。上帝的地位有材料解决你隆重的问题，假使无管你感觉到你乱了无能力，上帝的地位有材料解决你问题，你未来我可以追求你，哦。那咱们要重新谈到能量哦，好这里，就是新的地位，大家讲新的地位哦，那咱们需要新的地位。咱人需要新的地位，新的知识。当一个人有新的地位，伊用新的角度来看家己，伊用新的角度来看伊代志，看伊后代，看伊生理，看伊健康。真侪人看代志是用家己思想去看，我安怎看耶稣？不是耶稣，你都看我咧，哦。所以当一个人吼用家己的思想。来看是，哎呀，一看物件拢总是 negative， 哪个是真啊消极？啊，伊袂因为有百个、一百万，哇，今日真啊欢喜，伊因为今日我无一百万，所以激死，哪个是安尼反应？对不对？做今日听你怎话，这个环境、这个世界，充满一啊是消极的物件，叫你放失家己。但是咱听你怎话，咱目标。好心的地位来充满咱的思想，做咱的生命可以积极起来，哦，咱的生命可以灵活起来，哦。但嘛，咱看的经文哦，你看，这个以赛亚是一个先知哦，是上帝拣选的仆人。那这个以色列当时他们是埋怨上帝，因为因个人面对了打仗，吃了真啊济苦。哦，真系委屈啦！哦，有甚至感觉上帝埋怨了，哎呀，上帝无看顾我人啊！但是咧，以赛亚先知听的这边哦，讲这个面对以色列，我拢无捌听过，无捌知影咧。咱上帝是创造地球的主嘛，伊无亚实呢，伊智慧咯是无法测度的，伊看顾路。当时咩人爱困的点子啊？这个。这个以赛亚先知站出来，站在主位，宣告主的平安，宣告主的安慰话。下面即位，今日咱讲咱是信主吼，咱嘴所讲的是感恩的话，还是埋怨的话吼？你思想？以赛亚就是一个好的榜样，伊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啊？当边仔个人，哇，软点声，当你惊你安慰无，哦，还是你讲人软点声，用嘴话安慰，哦，主讲无力的，你欲加添你力量吼，软弱的欲加添你力量，哦，亚细你互你力量，做下第几回，咱人欲有新的智慧，有新的话讲来，咱欲话先了快，小弟弟主啊，你无看到呢？主爱在那只讲嘛，你咩嘛？主爱我未过啊，主爱病到无好，你无看到吼，你无看到嘛？啊！但是上帝伊目前同你讲，主看到，主在，主无离开。做下事情咪咱继续
来挖苦主。等咱相信主的话，就是咱门口灵来听的姊妹，这也是人家求生计，也是带了消极吼、消极思想吼、消极心态来研究生计，生计有名的哦，名哦，哦，也是带了一个有名的心来求生计了，有名有名正哦，安怎谈论对不？那犹太人、以色列人要研究圣经是什么意思呢？要研究圣经就是去想要知影最神的是什么，最命令是什么，好叫人去相信、去挖苦、去遵守。这所有人读圣经、读主的话，固然啦，伊可以重新得力。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心态一个后劲。哦，咱基督教信仰是正面是 positive 是 negative， 其他宗教如果 negative， 哎呀，人是生老病死啊，人是好歹啦。哦，你来看病啊，哎呀，报应报应。其他宗教那是 negative， 除了基督教，你敢讲耶稣基督，耶稣好多怪生命，耶稣医治都好多灵啦。哦，我个做工位吼，一般做工只要做工。我加一个会教徒在北京，讲 sharing 啊 ，sharing， 哦，因为教啦，然后咧，啊，我见到教人讲，讲，了笑会教徒就讲，讲啊，我阿爸阿妈咧，等到好点声的时，伊就都下一只撸到边啊，啊，好多好多，啊，来考撸啦，好考钱，啊，你见个好是总是好多多的对啦。啊，咱后头去变文化了，哟，伊个信仰是安尼款，但是咱基督徒是安尼款，是嘛？咱个主啊，袂互咱调皮吼，佛陀吼教咱看好石里面，咱主唔是安尼主，咱主爱咱啊，咱主唔单止爱咱，你知无？咱个头前啊，有一只真啊大只个狮吼，魔鬼要来吞食伊个囝儿。魔鬼行去吼，把咱头前啊，所以上帝一直保守咱啊，卖让咱惊着。啊，伊未要放掉你，越多嘞吼，魔鬼就直接来吞。伊唔像咱上帝是安尼款神，咱上帝就是每一步尽量小心的传了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咱个思想吼，咁要上帝地位，但是讲上帝地位吼。等咱读圣经，有时咱常常听到一句话，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就是智慧开关吼。你敬畏主，是一个智慧，但是今朝来讲下你之外，等你锻炼锻炼，有时你原在我辅助，一个本是一个智慧啦。等到了问题，家庭问题也好，家庭问题好，你若是继续我辅助，这就是智慧啦。只要一个人错了。哦，为咱吼错了消极，错了消极吼，唔通学消极思想来决定你命运。一个人安怎想，伊马在因，伊未来伊未来不是安怎款？你想正面，你想认主要创业，你想认主为你准备，你马在肯定会很苦。你若是错了消极思想，哎呀，我变，我改变咯，我改变咯。你 future 不定，你错了，反弹来回你死，哦，唔通来反弹你住，咱要相信你要注意，哦，唔通学消极话来决定你命，所以今日咱们的心吼，大家要坏心，对，咱们的心啊，特别想乜嘢说说讲，好会逃，耶稣讲以前话，伊讲佮伊个是亚洲人诶。亚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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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上帝吼，只能看咱咱的心安怎来听主的话。啊，当牧师你讲道，真正
气势都你唔知，气病都你看了，未惊，搁一笑软弱个，搁一笑信心强大，心灵都你唔惊，哇，搁一笑哇，伊心都放未落，只那烦恼，只那消极，哇，心灵都你惊了，天顶神都你看了，哦，这是真有经验经验，一个人哦。那是无将主的话听进去内面，哎呀，今日无咩就去压去。所以你思想真要紧，你思想内面会参考一条意思咧。所以个人传福音时，讲耶稣，讲，一想想想未通，一买事，一买事，一想未通啦，我为了可以做咩唔压哟？嘛，买事啦，买事啦，这个人去电动也是乱干，乱干乱标。你听不明白，罪原在归乎我。明白？做听的经文，咱听主话，听什么？念书。啊，咱无灵感啊！做听主话，主一下看，主一下看，咱安怎听的主？听安怎来行的话？所以听的，咱那边做个好的政治吼，大家讲好的政治，栽在你心里面。啊，异地。一致的种子栽在心里面，正确的正经栽在我的心里面，啊，好我的正经栽在我的心里面，让咱 positive， 上帝从来无让咱 negative 话。第是人吧，多人归傲，犯罪归傲，魔鬼离空口了，捆绑人说，只要是上帝，所以他最话做到那么正面。我们 positive， 所以大家只能每个去。我是坐了欢欢喜喜上神主来行过日子，还是哎呀消极消极无欢喜无欢喜过日子？每一日都是上帝的礼物，上帝为咱欢喜过每一日。你若是有惊事，你就再讲，你坐了希望你惊事，大家只欢喜平安的嘛。面哦哦，这个出面哦哦，那个面哦哦，啊，哇，做嘛有心情？咱上帝神官，伊为咱喜乐，为咱有平安，吼、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要有神的智慧，要神的话，要神的知识在咱的内面吼。等等，咱内面有主的话在遮，咱人规个一个 image 吼，人是一个 image， 哦，形象，哦，怀疑个形象 image 形象吼。伊若是无欢喜，伊外口面就平。为啥是？为啥是？哇！有主心灵在伊内面无停感动，有法惊无慌的。阿弥陀佛！哦，但是打电话伊，伊头一句话哦，我一个朋友就是，你打电话伊，伊头一句话，感谢主！啊，咱要安怎？阿弥陀佛！这是真对哟。那个是 hello 啊，一模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！啊，我去阿弥陀佛那个。啊，真欢喜！所以边个人看到侬，哇，这个人是神主，我也是神主，平安欢喜，讲话真咱积极 ，positive。哇，你去讲咩？教会，你教会神主，咱教会，完全跟无相。所以咱做人神主，做生个真要紧，唔是吹讲个。咱无一个人才用吹讲讲讲解人神主个话，你生个要紧。咱个生个，哦，咱个生个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如何安怎看你家己？对，咱那是不配，咱那是罪人，咱那是垃圾。但是这个物件吼，主已经安怎，把咱提走了，提走去了。所以是尊贵的，尊贵的，是圣洁的，主看你是真难宝贝啊！哦，圣经。2 Corinthians 5:17 哥林多后书啊，第五章十七节，这边讲到，咱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，是一个尊贵的子孙，子孙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于神的家子，家子。圣洁的国度，耶稣，上帝给咱人一个地位吼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阿未信主，真少年，
伊话讲，不是嘛？我是一个失心的女捌子，一人卖捌子，我爸母无爱我，朋友卖参我，我唔也是一个捌子，人变一个捌子啊！你看伊家己人变做一个捌子吼，愈严重，你知影怎？愈安怎看愈家己吼，唔也是决定啊？到底生我是安怎款？伊成功还是失败？伊得势？搿是黄毛病困家的，是看侬安怎来看侬家己。若是要行来到你面头前，妈妈，我是一个无用的人，我是一个戆的人，我读册读袂到，我都气不了伊，我朋友无爱我，哇，妈妈听安怎，心疼吼，我惊我孙安怎讲吼，上帝吼。死六十字架吼，伊留住你血，何多一个尊贵的身份哦？但是今日你安怎看家己？主啊，我无好。主啊，我该死。主啊，无用，我无应用你命。哦，你安怎看家己？只要这时阵吼，咱人看咱家己是哪个地方，咱上帝真正的心。伊提咱四个十字架，安尼担大架，但是咱看衰家己，但是你看衰人，哦，上款嘞，哦，唔通看衰人，因为上帝吼提这个人四个十字架，唔通你看衰伊，唔通你看衰你，上帝拣你，这世界七十亿人，上帝拣你哦，为人好，为人唔贪着机会，啊，这类人信得住，上帝拣，唔通你看衰，唔通看衰家己，哦，唔通看家己老了。唔通看家己病痛，无好物，唔通积极也无，有咩问题？看病也好，看咩代志，祈祷主啊！我相信你爱我，你替我死在十字架。咱嘛是生咱人尔吼，咱嘛生咱人，你看到伊今日呢 negative 心痛，但是主替你死哦，你看你家己是病，更加心痛。所以唔通看家己，看无家己吼，隔壁边都是，隔壁边个都是。无相的，对，咱也是无相的，弟兄们吼，咱也是无相。所以安怎想你家己，这是真正要紧的，弟兄们，真正要紧。哦，今日个囡仔去当读册，日子真歹过哦，要读安尼济科，古巴读册无读安尼济科，讲叫学堂逐日要名声。囡仔个要下个了，我话你听，你惊吼？逐个在读册，古了读册，搁是读册，十八读册，读无好，何先生呢？吼，先生啊，当几个几个先生，几个科，几个科？有华文科、英文科、马来科、数学科。哇，那是你惊是未读册哦？十几个先生，明日惊狂的，明日惊无用的。这个阿伯啊，你去看伊嘛？几个厝口爸爸妈妈骂啊？哎呦，我做一点未读册。我开门去补习，对不对？其他教会都好好听，哎呦，无来聚会，无来小组啊，无来祈祷啊，对不对？为你对不对？那个点，隆重的上台，带你用心为，背一条线到大汉，哇！所以看袂人面啦，无咩看，看得大人啊，困着。你来嗨，为你，应该好讲。听得你讲唔对话，阿都明。哦，已经放下了，已经感觉就未了甲大人讲话了，因为达到大人讲话时，管话你未使嘅，所以唔系讲话。但是要朋友吼，甲细汉嘅过节话，伊话讲话话讲讲讲讲讲讲讲，啊，所以阿啲情绪改变，佢唔会甲你朋友讲。啊，这个是囡仔吼，囡仔嘅心吼，是真啊，成玻璃咁，真啊幼嘅。我那是无好甲伊讲话吼，无注意听伊讲啊，唔是讲话，伊甲讲话，你无注意听吼，哇，根本都无尊重你，叫激心啊，激心。哎，又甲你反我，变歹，哇，还有人承认我，只怕我是大佬啊，哈哈，我拍多十个人，我搞啊，哇，你嘛邪见都会惊哦，变变你歹个。这就是皇帝嘛。做兄弟姐妹，咱要用对思想来看咱自己，唔
唔通看得厌。咱嘅思想是一个真正 creative 创造性的，怀有创造性。所以看见咱外大人哦，哇，我真水，我真 creative。哦，但是哦，这个创造性的这个思想哦，唔是独立外大嘅。上帝和咱嘅思想是创造未来。咱的思想，上帝给咱的这思想哦，真啊特别。咱要创造一个伟大的未来。哦，古板无飞机啊，我叫人建个飞机出来哦，甚至建个然后一个火箭，然后建飞个太空，睇你飞鸟哩。哦，所以上帝咱的第一个咱的思想是一个将未来，然后会创造未来哦。然后一个人叫做哦，这个人叫做桑德斯哦。美国人桑德斯，美国人啊，60岁是破产，无力到一个抗战，哇，激心，入去一个下南京，精神，忧郁的头脑，入下南京，哇，真的激心，真济到想要死，60岁的破产肯定无，乜起，有人是。有一日，行出来行，草包行行行，听一条歌，哇！这歌真啊好听，飞飞传了来，一大堆了一条歌，行去，伊看到一个安弟，哇！大弟一个细细见到当内面几多唱歌，伊歌内是说，哎，这个歌内面的所讲的就是天命，宽广。天父必看顾你，天父必看顾你，天父必看顾你。哇，这个老人哦，听心情啊感动，跪落耶稣面前，祈祷主啊，赦免我，原谅我，我不是倒立，我抱，我相信我的天父，大大去看我，我相信。你相信？你站起来，积极去面对伊问题，哦，伊未前进哦。未正经哦，啊！一个是讲因这个 KFC 的创办人哦，啊，一个是 KFC 创办人哦。那是你自己，你帮杀掉你前途。公司要改了，初步看过，我今天都无 KFC 吃了，啊，今天无个 Ducky Fries 吃了，一无帮杀，没有放弃，60岁，摩西上帝用伊80岁。上帝无看见60岁人嘛，你唔是讲到我60岁够啊？唔够咧，好啊，主要过来大大来使用，是你假嘛？我唔念嘛，我唔念你对主哦，你爱哦，啊，真侪人有梦想，哇，我有目标，我有未来，哇，伊相信主会接哦，但是伊唔爱负代价，但无靠也是失败，伊崩倒了，卖了，总嘛无虾米伟大物件在伊生命。哦，说上帝哦，伊要带咱生个大大做工，伊袂咱人应邀应个哩即摆，所以咱做扶贫思想办路，你要相信主会予咱搁再赚着新的能量，你听到得势，你的名在你上帝生命予咱予咱里面是得势哩，哦，安得得势哩，安得得势啦。无得成就，无在你前面，浪中就面近个。上帝就会让咱得成，让咱有能力，无能力变到得成啊！我主啊，我得成，主得成，但是你无能力，哦，你无来到主，有点缺能力，无祈祷，妈来得成。人哋知嘛？阿叔有得上帝啦。然后咱咩人多啊？都是靠神的力量哦。但咱来讲神的帮助，神就是一切帮助的源头。神帮助咱，咱学圣经来讲，以赛亚书吼，40:9，伊讲到，嗰个疲乏的吼，喘的啊，野神的啊，上帝变怎，输伊人啦，这个软弱的啊，上帝变怎，
可以嚟用五字喎。驚啊！大家講驚。驚。對。最驚啦，有能量啊！英雄學會嘅都冇夠驚喎。夠？冇夠驚。冇夠，骨仔驚，骨仔驚。驚咁贏咪就掉啦。驚咁出寸就掉啦。哦。嗱，上帝就算驚啦，能量。唔是學做學啊，唔是人做個，我驚學到，唔是學到，我驚學到。嗱，做個時咧，笨咗啦。可能用線嗰陣會流用出嚟，所以就電子部人啦啦唔通講，你要做下一部能量，做下一部夠，做而家是電子電線就係咁樣用，就係咁變咁，呢個是咩鏡都能量，即是自家做領大自嚟。做病不會，哎呀，安怎？車機狗啊，保險狗啊，有理由。阿婆啊，阿伯不会信嘛吼，啊，那车牌啊，做了未？有交哦，啊无交，我办我办。那阿伯不是在分嘛？在做人你嘛，上帝不是在分？在做人你一听啦，自己信啦，就咁。当上帝是肯来的，但是我哋知唔知啦？那边有信心，那边有信心。来填主的饼，先先只能有几条条条。我第时第时用先先来回应上帝，上帝的应允接也接好，无条件来投入了这。到底马这里马 ，M A R K 马马可飞，第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哦，马可飞第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，这被我教出来查无，哦。一掉一隻炸鍋餅，一去二樓去見，十二年小康，滾得吞胃，胃疼疼就拖攞半了半了，哇！白人唔敢歡迎佢，難怪即啲冷漠是上帝照咗嘅。一掉翻啲炸對對以色列人嚟講，對掉翻啲餅是垃圾，唔敢歡迎，唔敢歡迎，哇！冷埋攞半未叫伊。一三日提佢了，佢是但是佢哋知，一聽到耶穌，哎呀，耶穌唔嚟啊！但是本正一齊人嚟啦，啊，耶穌唔肯出面嗰時，正情人對了伊哦，對面哇伊就彈火，啊，但是這查某人，伊要個手重新吸到能量，一天。只那一人，一心想讲，一辈我用心，一辈我望着耶稣的这个衫吼，我的病佫摊到伊面上，一心欢喜，日期追望着，最灵难咯，老出去，然后出兵来，呜，他们讲我，谁人讲我？我感觉到力量，我身骨流出来，谁人讲我？然后这怎么？啊，嗰只墙边惊上来，主要是我无面。耶稣在讲你，为查无惊哦，你信救了路，平平安安的对去，平平安安的对去。主唔单止医治，甚至可以心内平安去对去。有啲知吗？耶稣无讲，哇！我是王来了，我是神来了。你陪我一路啊，你无跪了叫啊，你无见到一巴掌正啊，你无叩头一巴刀啊。哇！你头头大后尾，望我衫，替我面拉面，你头替未见啊？耶稣无你命要，耶稣计讲，哇！我查无见啊，你星星哦，叫了。是为了用的心情来主的面头前 ，anytime， 主的帮助，主的恩典，或者是其他主人的代志。好了，明仔日讲主的恩典路，这是主人的代志哈。做人弟兄们，咱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，你开始去思想，你这个人，哇，是千条王路。是万王之王的子，手拿着圣灵的宝剑，
魔鬼无才有话，都是逼性，你要一日多。哦，若是你祈祷就做主啊，我会惊啊，我会后代要好势，你要一日多。我的主，我的厝内是充满平安的，然后我为了一日多，啊，这份多啊，来祈祷。哦，若是要做老鬼的，我穿条老鬼的衫。哦，若是我要做牧师的，哇，牧师见了我卖惊。做牧师了，是红主了，为主做面前的基督，有棒，爱有棒吼，心情是爱有棒的，哦，不是乱乱棒的吼，有影是有棒的，哦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用心情来到主面前，啊，来为着你的梦想来祷告，为着你孩子的梦想来祷告，为着教会的梦想，哇，就是要拯救万人来祷告，啊，这是真要紧。所以用信心来求上帝听到帮助的人，那信心真是错，信心有讲到得救的信心，哈，信心不讲到属奉信心，无有了信心不大，你嘛做得无啥嘢属奉，信心那是嘛做得事嘛无啊，啊，然后为了信心前路呢，伊信心是结出生命果子，哈，伊爱人，宽容人，啊。然后听爱兄弟姊妹咯，吼，他的心情，听兄弟姊妹，今日真啊一人心情，但是因无是咪在国事决心，那个唔要有心情祈祷，主唔要打打麻将的人，唔要听到祈祷，但是那个无国事，没有决心，哦，是不是心已经冷结？哦。起初心主是心情那怎？哇！主安怎救我？搭下手哇！恶路的，但是久了无去了，无你决心，上帝会让着你决心，吼、哦。所以弟兄们，信心、爱、决心，你特别爱。那个信心是比决心无停的坚持。哦，真正一个人有，伊将主的话念到你门。为顶面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听到无欠亏，啊、哦！伊相信一句话，相信。但是拄着问题，有时伊看到一句话，哦，你头是支持的，行，行你厝，行你房间，啊、哦，老毛山。咱咱对主的话有信心，但是无迄个决心，咱来看。John chapter 11, 第十一九十三九十九十四 John 十一点往十一十三十四，这边讲到一个查某，伊叫做马大，大家讲马大，马大对耶稣讲主啊，你若是来到这边，你若是早早来到这边，我兄弟就免死了。耶稣回来讲，你兄弟听到要服我。然后这马大呢，我是听不明白吼。伊讲主啊，我知，但你世界末日吼，你要叫我的兄弟吼，哇，哎呀，听不明白。这马大讲呢，主啊，那是你早就不来，我的兄弟白听他的意见。这查某吼，马大吼，伊心情是哪样？心情过去咧，过去了。然后耶稣讲：“无，你兄弟听你服我。”然后这个查某讲：“哦，我知我啊，我这边敢吃，哦，会打会打会打，一星期是会打的，一星期是过去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们心情没办法呢。这个查某人拄着问题，伊无用信心来领受上帝的马上的应允呀，的应允的祝福。”伊甚至是亏钱，做贪利的。但是上耶稣吼，我是怜悯，叫伊向你服我。但是只要你相信上帝，今日你打下手，你相信，你相信吗？相信。你相信耶稣爱我，有帮爱我，会当个爱我。今日你爱我，今日就是爱我。不是安尼款，这是事实嘛，这是真理来未改变。你个是今日爱我，所以如果当前要相信主，今日马上就变来考个问题了。从心情来相信，宣告主哦，如果是
马上呢个意念，我倒下去啦，马上，星星是马上的，初家是上帝，但是你星星成就先，你成就星星，上帝的地址解决你头的代志。但咱做上帝嘅，就咱要马上，咱要用心去上进。哦，喺嗰边咧，人讲要上进啦。OK， 刚才做哦，大家讲追求钱，追求钱是第一要紧。这人若要谈到男人，就要追求钱。一无追求钱是无用嘅。圣经嘅人讲嘅，将来咧强壮嘅，冇你白多。咩无啦？当这个人那是无追求心啦，伊是完全无在了重新得力，调整他的力力量，就追追求主，无啥物个祈祷，这是真要紧。当这个人有影来听候哦，听候耶和华，听候是讲啦，仰望神，追求神，哦，祈祷个伊，伊变呐，佫是到强调力量，哦，无管伊走。那是行，那是背，上帝要给他力量，上帝要给他担负，阿妹。所以兄弟姐妹，咱人每一个人，目标也有梦想，但是咱要紧，要来追求，要来追求的主。你愿意为了梦想，为了前途，为了后代，为了家庭付出多济代价，就看你几多。我好来祈祷，求主来开路我路。今日每一个人有梦想 ，dream come true， 啊 ，dreams come true， 啊，你希望伊梦想诶成就，达人个路。但是你为上帝啊，你的梦想是你，上帝甲你讲，我的梦想就是你嘛，我的梦想就是你。我咱人的梦想，哎呀，五斤树，五斤车哦，这里啊，那里啊，啊，一大堆哦。上帝的梦想是如，上帝的梦哦，听到成就的，人的梦可能做不到，上帝的梦听到做不到。无一个人啊，会组织耶稣死过十字架，救人中，救人无，上帝救你点头啦，咱的生命。听到叹福气，上帝要刺打咱个嘴，要甲咱永远的同在，要压病，要将这病痛，这症状永远的切开，咱永远要腾新的身躯，永远的希望，永远的敬拜主，在你上帝身边内面，无一个人会阻止上帝做这个，这是上帝的梦。所以弟兄们，咱要有决心来祈祷，哦。要决心来祈祷，为咱的梦来祈祷，为了教会来复兴来祈祷，付出代价，无停的祈祷。咱来看吼，这个叫做老鹰吼，一个，啊，老鹰，老鹰吼，伊一世人的命会活到七十岁，但是老时是到你四十岁结果你若是要活到七十岁，到你四十岁当下，你就要做出一个真个要紧的决定。这决定不是真个通好做。你若是要活到七十岁，你就要搬到一个真个高的所在，避了，然后将这个嘴吼，这个嘴吼，给卡掉，还有落去，等慢慢生出来吼，然后用你嘴呢。大一点的，板一点的板凳的呢，老灰。等我等你这个生出来，生了出来，用你早将你身躯毛板掉，我回去。你板骨给我七十遍，阿伯伊四十遍，懂的。我那是要活得长吼，要希望你面板会成就吼。要看到主在你生命都在做工吼，要付出代价。真侪人祈祷，我几百万、几十万，但是未起啊。我祈祷什么？一万吼，变来变去上济，啊，无好来追求。所以兄弟姐妹，万一代志，就是要调整的人，
但是这个可能哦，可调咱的梦想的呀。梦想好怀疑，梦想能够胜过你的苦难，能够创造未来。所以你这话，唔通绑死你自己，明白？哦，上帝伊系一个计划，系一旨，系何叫我哋生命？每一个人是上帝看重，别再讲。上帝看到这人是有头脑，有目睭，心会跳了。就感情是好，是激心是疼啊！都是一个人来，上帝看到是真的宝贝，论灵魂的，真的宝贝，论是人数啦，人数吼，今日一个教会哦，要人数哦，教会爱五百人、千人哦，哦，所以牧师看到是真 number， 都是人数，不是人。呀，上帝看到是人。都是宝贵的，所以今天你姐妹，咱的嘴吼，要宣告无停的祈祷，宣告上帝祝福。我常常在上个主日宝贵激情我，心灵强化我，我灵力。哦，我今天是主所祝福的，哦，我教的是福气的。哦，我教的是上帝要看顾，是要保守。我今天姐妹要趁食，要健康，要好食，要趁水饮食。我常常在咱传，我相信。我听说我只能看到上帝的圣旨，所以咱讲的话只有今日之内讲。圣经讲你心安怎想，嘴就安怎讲，嘴就安怎讲。一个囡仔吼，你若是为你家讲负面的话，你就得话，你将伊办吼破坏伊。你话若讲唔对吼，一个囡仔吼无信心了，伊本来要刚刚也信心来拍。盼望哦，要有一个盼望的，结果咱唔讲无的话，将伊忘灭掉。但是咱话讲得对 ，positive， 哇！伊有信心，伊信心就起来啊，伊开心，会去设立目标哦，设大个，哇！伊要做一个工作来玩，伊要过来生活，哦，伊要可能做得到下去，有信心就灵力起来。所以咱讲的话真系要紧。你若讲无好话，即系负面话，都无听嘅，加添在咱心内。你若讲好话 ，positive 嘅意见，佢在咱内面无听嘅加添。哦，即系咱啊，佢只讲小嘅话，你讲佢感觉后屘咱系随意啊。哎呀，即系人讲啲事，即系人讲上帝无看道义咯，即系人要帮晒自己，要做晒了，即系人讲。未来，但是一个人，我感谢主，我老主，主看到我当在是，阿咩来，阿咩未来，天灾吼，天灾对了路，耶稣对了路，我这个人是无路歪命的人，所以讲到你话，古汉款环境，这个世界就是不多咧犯得罪，所以讲讲出来话是无好话，消极话，所以咱先做个无事，个咩无事。咱讲全讲话是恶论话，第二话哦，唔通讲无好话。有一个牧师娘吼，牧师娘，哇，伊活无到五十岁就停止，胃停止，哇，痛苦，哀怨，哀怨。主啊，我硬是牧师来啊，我要读神学了啊，我甲我硬今年教会娶阿姐啊，是要带钱啊，送阿你书，我活无到五十岁，我就。好错对方啊！但是安吼，我只要温柔的吼，来讲我来去就轻松咯，唔知安怎啊？我讲几多咧？哦，但是你经都经，你感恩的来背你一声，那是消极的哀怨来背你声经啊。但是这个哦，牧师你要问怎，你经咧感恩。然后这个牧师了，我也受作用。将你兄弟姊妹、亲戚朋友哦，伊名写落去。然后咱加去敲门找伊啦，加讲灵柩，讲感恩的话吼。然后这个姊妹吼，
信用一间一间去。哇，感谢侬哦！啊，都接好，我来看看。一间你去，你去，你去，哇，伊袂记啊！人讲社会事实，我袂记伊啊。参与为天生无比好，阿舅阿婶诶。来，弟兄们，感恩我真诶好听。有代志毋是主啊，你意外，主啊，你意外，是不是这个人要注意哦？是讲出虾米款诶话，真好听。讲对话，讲感恩话，唔要来强调的意义。吼、哦，这无心准也不会晓。你若是去问这个教导吼，伊教你物件着吼，你比如讲 positive。你若是强调这个水吼，讲 negative 吼，伊水出来物件只能利用。你若是讲我爱你吼，即吼，伊水出来伊只结晶吼，像冷水像花呢。咱人身躯70%是水，哦，70%是水。但是我的用的最美真早哟，辛苦嘛，发现嘛，无事。荷尔蒙嘛出问题，我感恩我真了去。做上帝只能看人，咱们都讲看。大天世界朋友，搁只上帝要心看人。人嘴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你大天上帝面头前处处讲出来，上帝的心，上帝看人，人嘴安怎讲话的？哇，做上清楚个看，论者。几多在咧讲，啊，还穿咧，讲感恩的话，你生得无相。早早起来感恩，感恩，主啊，感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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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利路亚。啊，对身躯较健康。那啲美国马里兰这里罗文族吼，养猪啊，这里。一个民国吼，65岁以上的，那是伊大家只是出来看，伊相信家己是健康的，伊人比平常时人活10年，长命的10年。啊是65岁以后的，规日第一名5年。啊，这是苏先生吼，这是我本官，不是我讲的吼。我前天要跟他还是什么，他明白起来。